啦，来，我已经在录啦。好好好，来啊。好，这个最初的感动，我们又跟这个威毅多出。哎，等下用 me too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真的，之前都在忙，然后我们终于可以那个回到两三年前。对对对，那种合手的感觉。没错没错，不然你的位置都被糖糖取代。小三的概念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也要开场。哎、欸，欢迎又来到台湾野太美。那野太美本来是泡温泉的节目啦，只是我们现在夏天了，没有温泉，对，太热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来干嘛？去瀑布玩。那为什么找徐凯？因为徐凯是秘境猎 人，他专门猎秘境，就是像是那个溪里面啊，或者是瀑布啊。是哦，对，都是他的专业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请他来带我们去，我来引路，他引路，带你们去那个深山里面去凉的。对对对。那我看到你们一些就是很舒服的影片，是在泡温泉，对，健康泡温泉，很健康泡温泉。对，那今天也是我们就是去凉爽的地方，凉爽健康玩瀑布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成员。对，好，这边有我们的糖糖，就久仰大名，哎，久仰了。然后徐凯，徐凯，猎人，还有我们的阿瑞。哦，还有哎，欧文有点喝酒的感觉，刚刚被拔鼻毛。哦，拔鼻毛哦，红的哦。那大家也看，我们今天比较特别，是我们今天是只有拿 GoPro， 对对，因为我们当初呢就是用 GoPro。对，哎、欸，我们要说运动相机。对，对，因为我们没有自录。那如果我们要说出品牌名称的话，请付费解码，好不好？跳，跳，跳。啊。秘境猎人在干嘛？为什么他找不到路？我们导游出包了。我们导游出包，导游出包了。瀑布是不是在上游？对。那刚刚水是往哪边流？往下面流。往下面流。对，所以我们往上面走。这边有没有一个小径？哦。这时候秘境猎人就是要懂得要观察。哦。有没有感觉小径？有。等下过来看。进得去吗？这边啦，走这里啦。路在这里啦。哎。哎，秘境猎人，生疏了，做效果，好了，引路人，对啦，啊，有吗？你这个高度过不了，你就要当热身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热身，对，腰很紧哦，健身教练。还有，你嘞？啊，我，对啊，还有你啊。这个东西很简单吧？我以前你要用。哇，碰到水了！接下来要一路往上了。今天的水量好大，我觉得这边就很好玩嘞。这里的水量就很厉害嘞，你看。哇！而且这里真的水很清澈，对啊，也没有人，就是一个秘境包场的概念，所以还是我们不要上去了。但是最后那个屏蔽的这样子很壮观，很壮观，对，好像还是要看一眼。要。那你有带空麦机吗？没有。那我们不要去了。你没地方坐啊？没有，我的鞋子太滑了。真的哈，会滑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真的来这边还是要用菜瓜布，所以大家小心哦，你要先试试看会不会滑哪个点。我先下去吧。好，你先下，我再给你那个。哎呦，糖糖不错哦。哎呦，糖糖真的不错哦。好，专业的。好，你先下去，后面还有人。为什么很不凹豆啊？凹豆。老人。对，休闲玩家嘛，中老年休闲玩家。小心欸，哇，你好凹豆哦。哇，太凹豆了吧。哇塞，装欸，哇塞，这个速度等等我们啦。比你还快。我又跌倒回去了。没关系了，慢慢走。好痛哦。你慢慢走哦。躲起来了。啊，装得很大力欸。好，你慢慢休息一下。你休息一下。好痛哦。休息一下。还有。很大力耶。这次太滑了啦。穿错鞋了。走不起来。好痛啊。
先休息一下。撞一个屁股，我撞一个膝盖，我今天跌两次，我不跌了。好，休息一下。等一下回去还要再滑。等一下。没有了。没有，因为很狼狈啊，跌了两次，然后头上又毛毛走，好辛苦哦。我有哭得很丑吗？不会，很好看。膝盖肿起来，好痛哦。好啦，我们的糖糖跌倒了，可能去不了月眉坑，但是我们现在这边因为水量很充沛，也非常的漂亮。等一下我们在这边帮他拍一些美照，这样就很开心了。其实不一定要到我们的目的地，终点目的地，过程中有的话也很美，能玩我觉得就开心了，不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，那量力而为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途沿路的美景也是很棒的。哇，是这个肿起来了，我屁股也肿起来了，而且我头也肿起来，刚打我头大力了。哎对，因为毛毛虫也很可怕。不好意思啦，我们没有到达目的地耶。没事，然后呢我们走到了坑，没准就是下一个热舞。直接那个台词开路。哎呦，我们结束了，很厉害，我来给你看一下小片段。哇，最后这个真的是超美。哇，你拍成这样？对啊，拍成这样有点夸张，国外等级了吧？哇，我今天那个水量真的超大，很厉害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好险你们因为常常受伤，好险没有上去，因为我们一爬那个绳子上去啊，阿瑞刚刚就是很难的爬上去，爬上去基本上是下不来的状态。然后我们爬上去呢，结果我发现根本没有路径，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路径，我就很怕，因为我带队就很怕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带他们下去。然后我就好，那就往前再走一下，然后努力的走到了溪谷了。然后我就自己再上去才发现，其实算是平坦，可以走。我就说那我们再平坦。结果我们就走了之后呢，发现有登山步条，他终于放心了一点。登山步条旁边我发现一条山路，那我们到那个地方之后，我们很安心，终于安心点是看到两个人在玩水。哇，那整个人就放心了。然后我们就问说，哎，那个玉龙山瀑布在哪里啊？他说，哦，就在上面而已。然后我说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从山路啊。然后难怪，因为他们就感觉很秀，很舒服的到了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就是很惊悚。反正我们就接下来就只要走5分钟的路，我们就到了这么美的地方。来给他们看一下威毅看不到的，这一集是威毅看不到的。好了，但是他们都知道怎么做。OK， 对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几集呢，已经常常太辛苦了，然后哭了，然后对啊，眼泪，对，欧文呢？对啊，主要是威毅就蛮可怜，就是对啊，就是毛毛虫，怎么就是摸脸上？因为我也很怕。对，好了，不讲了，拜拜，拜拜。